综艺咖对决网红，在这领域到底谁强？御宅界红人，宅男女神，你怎么可能会输？他身边本身就是御宅界，在网咖广播号召玩家，谁愿意离开电脑？御宅界王子，这么撩妹就是我。我的知名度是很高的。玩乐界一哥，小周哥可以回去养老了。介绍美食，要让老板觉得，哎，你这个介绍很好。太完美了，我好老气。学生界的 Rocky， 长辈伟哥丫头的，通通过了，全部过来。这什么文化？赶快，我们只有三四个，要跑，要跑。在不得了了，网红刚到，哎，不得了，是是是，结果呢，好像很多领域都已经被网红占走了，对，蚕食鲸吞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弄红鹰弹机呢？弄红鹰趁他们的加机关，业配文跟广告比艺人都还多很多，对。但是小钟哥，你不要担心，你还有艺人小钟，对，不要损人心哦。你这件事情，我帮你推广了以后。连在忠孝东路、基隆路那个超级大的那个店出来了，都是你，都是我，真的谢谢，感谢谢哥。你误会了，我是要跟你讲，我差一点因为那个撞车，太吸睛了嘛，太吸睛了。艺人小钟，鸡排啊，鸡排，他那个广告，然后还要写一个艺人小钟，那多丢人。哎，你笑这样干嘛？啊，你因为我看那个影片的时候，我也有这个疑问，我所以要特别标注给他们在。啊，其他几位你们好好加油，今天你们对干的是对面的，哦，很硬，太硬了，太硬了，对不对？他们现在人气太旺了，觉得硬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咱们直接来看要对决的这个项目，来吧，第一项目，请拉轴子，来来来，请拉，来，我来，什么？御宅界红人，觉得你符合的上来，来，直接上擂台，单挑，来，这一排看起来就只有我符合条件，哎，太强了吧，宅男女神啊！绝对 OK， 宅男女神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会输？五郎嘛，五郎嘛，有没有？啊，宅男本人，宅男本人，我配啊，我是御宅，我是本身就是御宅街，哦，本身就是御宅，天天待在家里，哦，阿宅的对吧？你在这个行业的领域，的地位呢？对，中上，不聊食量啊，我们聊食量，我现在有食量，食量，好好好，对，这产业地位中上。怎么那么客气呢？你有什么丰功伟业？统神可以帮你啊，他就在我上面啊，所以我只能说我是中上。哦，还有这样分的，因为统神经营比较久了，是是是。啊，你是后来失业才进入到这个行业，是这样吗？一直都是失业啊。他进入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失业。啊，那都是，哎呦，都是逼行喽。对啦。哦。但是现在也做出一片天呐。以他的这个地位啦，鸡排呢？你好像台湾疏于经营哦。我最近就是因为一直在进修日文，所以疏于经营。但是呢，再怎么样，我也是2016年写真集销售冠军。哎呦，华人圈写真集销售冠军。就来看看哦，他们就要来一个不一样的哦。两位在什么地方来比赛？就是我们的御宅界红人，他们要前进到哪里？御宅族经常不在家里，就在哪里？在网咖。不在网咖就在哪里？就在去网咖的路上。来，一起来看看，在网咖广播号召玩家，限时10分钟，谁愿意离开电脑？哇，那很难的，很难。然后他广播，离开电脑，广播之后谁募集的这个爱慕者更多的话，那你就是赢家，好不好？请看，来。谁才是御宅界红人？网咖广播号召现场玩家，到场互动粉丝较多者获胜。好歹我也是堂堂2016年写真集销售冠军，我觉得我是不会输他的。哎呦，身为一个网络直播红人，外号疯狗，你叫疯狗，告不不对第一。今天网咖就是我的主场。三二一，大家好。我是集团内政嘉纯，今天有一个活动，活动内容就是跟我见面。大家在玩游戏，应该也坐在椅子上面很久了，可以下来一楼动一动，跟我见个面，聊个天，还有一些准备给大家的事
种小游戏。好认真哦，完全不被理会。大家都戴耳机，有听得到吗？如果你想要跟我见面的话呢，我们就在一楼骑楼见。亲爱的观众您好，好吧，亲爱的客户您好，我是张家兄弟滑起来亚洲统神，我的哥哥国栋，你的哥哥，我要在一楼举办这个粉丝见面会啊，不论你是红粉、动粉，还说没有靠哥哥，还是一胜难求啊，想改个运的朋友，前十名可以还可以跟我互动哦。那我就在一楼等待各位了，好，谢谢。好可爱。来，辛苦了，辛苦各位啊。哎呦，哎呦。比那个张有话好好多。不要这样子，网咖对于我的对手一定是比较有利的。大家有什么互动，那我的对手就要做一模一样的事情，拍一个借位接吻照片，还有喂食巧克力。阿念比较屌。那就是我召集的人在这里。开始正式的跟粉丝进行互动了啊！什么？怎么没人跟我拍亲亲？哇！我直接粉丝在想什么？我有没有看错？到底是画面我看到了什么？喂我吃巧克力，我吃我吃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天哪！真的假的啦？在我的主场呢，鸡排妹就算衣服穿得再少，我才不会输呢。看鸡排是不是应该是赢的？我觉得鸡排一定会赢的，但是看他那个人气好像也还不错，也还不错。还有不是，还有男生跟男生男男借位。我们刚刚到底看到什么东西？吓晕了！要不要跟我玩亲亲啊？你好，各位正式宣布来了，到底国栋只有九个人。鸡排妹有七个，好，鸡排妹输了，来来来，阿内，鸡排妹你输了，来来来来我看不懂哎，我也不懂啊，我是我怎么办？我也看不懂，在等在干嘛？现在到底在干嘛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就过气了吧。我就承认我过气了，连个果冻都但是异性相吸，不是，而且你是鸡排妹，应该也不是这个样子。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好，请说。因为网咖那个地方是他的专场嘛，他的主场，对，那你就通通在打 online game 嘛，有哪一个不打 online game 干嘛在那里看新闻呢？对，不可能嘛。所以那个都是哎，就是刚好是他的拳头领域比较有的聊，而且国栋也够下流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就是统神的哥哥。可是我觉得他那天穿的衣服也蛮犯规的啊！要不然你露啊？对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如果脱掉上衣，再加一个耙子哦。二师兄，元帅，二师兄啊，鼻子在弄西剑，对不对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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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本装出演，本装出演，本装出演，是是是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其实七个人我还是靠有点小作弊才累积到七个人，怎么说怎么说，刚开始只有三个人，然后我跟两个工作人员就不知如何是好，所以于是我就。一层楼一层楼就巡层楼，然后问他们说：“哎，请问为什么不下来呢？”好声好气的问，然后最后使出了就是自掏腰包帮他们买台费才愿意。哇！天哪！如果你愿意下来的话，我就帮你买一个
小时。这算自夸还是？一般你做成像还是输？没啦，我常讲活动太强了。常讲的一句话嘛，这个常胜将军之所以会打胜仗，不是因为他会打仗，而是他懂得选择战场。就像兰波一样嘛，他只要进入森林，进了森林，我就是王。I love my country。出了森林，看起来就像流浪汉。没错。犀利哥，要选战场，所以你不应该选择在他的战场。太难了，在街头就赢了啦。可是我本来以为我会输的，因为我那一天就是有几个人站在旁边，然后他们认识我，就是他们说我们在拍节目，然后就说不要，我不要上镜。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么不上镜，我可以理解。然后我就问他们说，那如果今天我是鸡排妹，然后等一下互动可以借位接吻，你会不会来？他说会。斩钉截铁，真的有优惠，那个有优惠啊，当然要去。当然，因为对，所以我想说，我应该会输啊，因为连认识我的人都会为了说，哎，可以跟鸡排妹借位接吻。啊，你现在就赢了，他蛮特别的活动，看久了以后变成没有那么讨厌了。算是亲民，到底多讨厌？来来来，国栋由你来操刀，你来，因为是赢的人，你来执行十二码球点球。十二码非常关键，你忍心吗？这太残酷了吧！但是你还是要出，要拉，这超级耶，蛮紧，蛮紧，可爱。啊，一条，这一条就好了，啊，但是拉的时候小心，不能哦，不能回丢哦。好，没问题。不要偷，不能回丢哦。高一点，再下来一点。这会很痛吗？会啊，你会倒数吗？会，没会。好了，我数到一二三，然后再放，好不好？再低一点，再来，再低一点，二。红了啦，一条了，一条了，也告诉各位，怜香惜玉点，这就是宅男的特色。好，丑女是宅男的特色。因为他们太宅，交不到女朋友就丑女，就有一种仇视心。仇视没关系，君子报仇三年未晚，好吧，下次有机会再来。来来来来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第二项要挑战的是什么？对决项目。拿不到红包，我见。界王子，撩妹，撩妹，撩妹，下流的是当然是派出我啦，谁？阿虎，下流是肯定是我，油腔滑调，撩后，撩妹就是我本人啦，阿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你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爸爸烙赛，爸爸烙赛，爸爸烙吗？爸爸烙赛哥，就是你啦，外形爸爸烙赛就赢啦，哎呦，不行嘞，你现在一分都没啊，这像五个人在。PK 十二码球有没有？对啊，全军覆没啊！我们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第一球没有踢进哦。来来，吹嘘一下，你在这个您这个领域里面地位是什么？不管 YouTube、Google、Facebook 还是 IG， 你只要说你撩妹，就是。My name is 爸爸老 ，We're here not just take apart， we're here to take over。Come on。主要是他不拉不拉不拉讲一大堆，我还是记不住他的名字。是这个样子，我的知名度是很高的，在我这个 B band 这个北美 band 最红的这个时期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走在路上，每个人都过来问我说：“阿虎，请问一下，可以扒你头吗？”这就是我这一件是 A 货嘛，对不对？这件是真的，什么行情你爱货？对，还穿啊，真的贵贵宾，这个帽子也是，哎 ，Gucci 的帽子，哎，对。可是你整个人搭起好像我三营帐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一句，我已经把帐篷都穿出来了。拉力你不拉好，三营帐都来了。哎呦，今天是来战斗的。哎，坦白说特别紧张，因为他真的是撩妹出名。哦，对啊，我不是，我是诚恳啊。对啊，所以坦白说，我有点吃亏。啊，再话再说，你们那个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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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有哦爆红，真的红红真的爆红一把嘞，真的啊，那个是可以让我吃很久。对啊，你预测一下鸡排，你觉得谁会赢？我觉得有可能是阿虎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哎，有道理哦。你能用否定他来肯定他就对了。哦 ，OK， 那咱们就直接来街头撩妹。嗯，所以没有 setting 的哦，遇到谁你就开始撩，撩撩撩撩到对方觉得说，哎，他有会心一笑，他有心动，而不是觉得恶心、神经病的，有理有气这样子喽。哦，这样就算得一分，一起来看看撩妹行动，来。谁才是撩妹界的王子嘞？街头随机搭讪女性，获得最多心动贴纸，获胜。
Yeah！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新义威秀，要来比赛这个撩妹啊。Yes！ 我给你买了个礼物。是是什么礼物？我给你买了一个枕头。哎、欸，还是这一套，真的别再穿了，只剩这一套了。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我本身就是地头蛇，你觉得你赢得了我吗？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你可以把你的食指伸出来吗？然后大拇指也伸出来，然后把它交叉。很会，我也爱你。好好，中了。我有东西想给你。哎哎哎。一样的，这么厉害，请问你要怎么厉害？觉得谁的招式？我秒贴怎么办？啊，哎，可以哦。哇，目前他一个红绿灯，来来来，准备被我嘲笑，再见，拜拜。我给你买了一个礼物，我给你买了一个枕头，哦，好舒服哦，怎样才会爽？这样就会爽，爽吗？我们的粉丝，这发票给你。你买走我的心，不需要证明吗？别人下跪都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原谅，但我下跪是为了要你答应我。我不要。可以当你的经纪人啊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签你啦。我偷看他影片。我可以当你的经纪人，我就可以签你啦。哎呦！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签你啦。其实坦白说，就是我很讨厌就是等马路，对，因为我不喜欢等，因为我只喜欢你。哇，好像好大的西瓜。我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谈的。因为我只想跟你谈恋爱。大热天的拿回家喝。好。哎，等很久了，我来了。没事，请坐。怎么样？我刚帮你解围。通常统计下，五六七八九十，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个。来到这个地方，穿大美眉，大美眉，你觉得是有看 YouTube 没有？好不好？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年轻了。你知道夏天最消暑的方式是什么吗？啊，吹冷气啦。不是。那什么？是拥抱。哦，不知道啦。因为心静自然凉。没有自然凉，我对我来讲啊，喝柠檬水啦。喝冰水啊？不是。吃西瓜。是拥抱。哦，你好。因为心静自然凉。哦，你好。哦，娇羞。借我食指。还有大拇指，然后交叉，交叉，我也爱你。啊，送哎，啊真的，哎，撩到冷漠。你点什么东西？我们我点了我们的未来。啊，你要找辣妹啊，你会找到欧巴桑。你知道，仙女在天上飞，但是你在我怀里。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帮我处理。你被撩了。没有啦，我有点想你啦。想我？撩到歌了。你没有打火机啊？没有打火机没有关系啊。啊，没有打火机，你是怎么点燃我的心的？等一下，这附近有机场吗？他在机场。哎。是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的心随时为你起飞。神经病，可以跟你问一条路吗？我不懂吧。我想问通往你心里的路。你有心动的感觉吗？啊，这不会吧。接近分数，哎，接近八八到十七个人啦，哎，哦，厉害，好厉害哦，哦，19个啊，19个，哇，很高哎，有没有？算厉害，但是阿虎那怎么办？却有20个，一个，来来来，一个
我帮芭芭烙讲个话好了啦，是这样子，因为前面几个为了参考一下他的那个招式，有投个我想试试看他有没有用，哎，发现他的招式其实挺有用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啊，也可以用别人的嘛，重点是你这个人的展现出来的魅力怎么用，来来来，交给你好不好？来啊，哎呦，今年太多冷门的啦，寿星啊，近眼近是要怎么样？眼怎么拿？要不要拿？麦要拿远，对，那个东西不要三下都还好，来来来来来啊。眼镜要不要拿？对，眼镜拿下来，不能躲。来啊！芭芭烙，哎，听说你是撩妹天王。哎，装西装，一个反手拍。Sit down, please。我觉得今年好多冷门哦，对啊，哦，爆冷门，对，爆冷门，爆冷门，四组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输给阿虎啊，算了，算了，这还是很意外啊。对对对，我们是赌你赢，注意场地整洁，小心啊，爸爸，不错不错，一比一了，平手平手 ，PK 就好看就这样。来，下一个要挑战的是什么？一二三，哎呀！玩乐界一哥，那这个肯定就是小钟哥的嘛，当然的，艾恩克对不对？外籍克，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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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这边。我们这边应该最有 power 应该就我了。你？哎，婷婷，就是我了。婷婷，第一次看到人家胯下长凤梨的。没有没有，玩乐，我们要玩乐。婷婷也是很活泼的，来，你在这个领域你有多夯哦？我们的粉丝专业在网路只略输宪哥一点点而已哦。对，没错，190几万，190几，没错，我们人气很高。但是我那没有在经营呐，不能比，不能比，我们认真在经营，我们认真在经营。哦，啊，所以你们就这样啊。哎，这样就很厉害了哎，我们现在已经很厉害，这样就 OK 了，那个订阅率也很高，对，没错，小钟哥可以回去养老了。好哟，好哟，我跟你讲，业配他们是真的很强啊，因为其实现在网络真的很厉害啊，但是我们讲，我们电视界就是直接就是上战场，他们网络是靠影片嘛，剪接嘛，他们很多怪招，对对，我们就是真枪实弹跟他拼了，对，直接放到战场上，他们很多东西都要经过后制，对，他在搞很多，然后设计好现场的东西，信手拈来，信手拈来，朴实之间皆禅意，这个才重要。你看很多网红，哎，平常看他影片很好笑，一到现场挂掉，挂掉，挂掉，没错。但是婷婷有点让我吓到，怎么说？她的实力真的是蛮强的。婷婷如果以网红来讲，算漂亮的哦，算漂亮，婷婷算很漂亮，哎，对对对，美丽又精致。嗯，那这一场真的有比有的拼了，她很多怪招，厉害的厉害的，我们要一起。介绍九家美食，老板会喜欢的。这九家的美食，让老板，哎，你把它介绍，让老板就，哎，你这个介绍很好，那就赢了，好吧？请看比赛 Visa。哦，谁才是玩乐界一哥嘞？我跟你讲，心情真的非常好，因为呢，我忍受鲔鱼跟武秋已经很久了。好吃比不过什么新鲜的。今天我找你来了，其实压力很大。你在 FB 的那个上面有多少人粉丝？我们的粉丝专业有将近190万。你粉丝多少？我粉丝哦，不好意思讲。我大概是你的零头啦，我大概10几万而已啦，12万左右。哦，你的表情哦，好像有点偷鸡。美食九宫格，介绍美食，由老板顾客进行投票，得票数较多者获胜。以这个产品我会用拍照的，它不同的角度，你要不要去三立摄影班上班？完美，现在都走这一招，有人看哦。可以。它的吉拿棒非常非常的酥脆，哇，太完美了！哦，好老气，好老派的，红品挺好的。啊，小哥哥不好意思，其实这个味道还好。表皮粘住了所有的酱汁，有点糖醋的味道，它的鸡肉又很嫩，好不想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婷婷，我今天来到一间非常厉害的炸鸡店，它除了外面有墨西哥粉，里面还有什么？它是墨西哥辣椒，辣椒加一点点肉桂粉，这真的很辣，我没有骗人。你这样漂亮。
的小优。你现在可以退出这场 PK 了。我们怎么不先识别的大题？小钟哥故意的，超辣的。脏脏包，脏脏是，所以钥匙越脏，越分数越高。哇哇哇！再一口，再一口。哦，好脏好脏。哦，它的面包的本体啊，就是松软，有空气在里面回流的感觉，里面有中央空调的感觉。毕竟我们店还是网美店嘛，还是要有美丽的形象。真的有点像猴子。来这地方呢，不单被嫌老，还搞把自己搞像猴子。我们就进去拿一个茶叶大缸，我们随机找一个人来看。好吧，来啊 ，OK 啊。来，帅哥。它是一种感情的蛋，你知道吗？这种茶叶蛋呢？大家都不敢吃里面蛋黄，因为觉得会干。可是刚好我拿到这个茶叶蛋，里面的蛋黄真的不会太干。茶叶蛋还硬要讲，有点难。哎，我的茶叶蛋不见了，在我嘴里面。Magic， 哪有人变魔术啦？选我，选我。但是你有变魔术，比较辛苦，你介绍比较好。耶。接下来这家店非常特别，我们的评审呢就是这家店里面的店员，这三位。哇，挥手一下，这边是我的地盘。怎么说？因为这边完全没有入股的。我这边完全真的就是网美点啊，这个完全是给人家拍照。这时候呢就要摆 gay bye 网美姿势喽。啊，这样子又有拍到食物，有拍到人，然后又有拍到店里面。东哥是不是很会拍照？哇，哎，好看哎。嗯，它有点那个焦糖的香气，水果又很新鲜，它配的水果都是比较酸一点点，所以刚好用焦糖那个感觉把整个味道融合在一起。婷婷介绍的比较好的，请举手。哇哈！我们的评审呢，是我们后面这一桌，来挥手一下，哎，你们好。它是属于那种。算是比较勾搭比的那种饼，它不像一般那种串饼，它是属于比较绵密的，吃下去厨艺绝佳。他们的店面长这样，我一定先让观众知道有什么口味，然后我今天这个也会拍到有什么口味，那我今天点了什么口味。如果你是观众的话，你会觉得谁介绍你会比较想要看？我想要用直播的方式。战队哦，战队哦。那你先打，我先来吃一下这个。哇！Hello。你那边一看就已经100多人了，好可怕哦！我有100多个人在看小东哥吃东西。对，我通常差不多要开了一个小时之后才有可以破100人。大家好，大家吃中餐了没有？我来客上这一碗不得了。那海南鸡饭那个鸡肉这么大块的啦，你们自己看一下。哦，你看这光泽这么亮，我没有打光哦。你的鸡好嫩哦。对，因为我们是采用。哎，那我们这样。你比较喜欢哪一个人的介绍方式？嗯，我个人。还是比较喜欢小钟哥的介绍。哦，我们吃这种车轮饼，对，红豆饼，没错，都是里面包奶油跟红豆。红豆，对。但是这一家店听说很特别，它里面包的是不一样。哦，寒升天了。那接下来来到这家餐厅很特别，它是属于那种马氏，马来西亚的菜，所以说南洋菜很特别。然后请到这位，哇，这位小帅哥，好不好？来自于马来西亚朋友，叫永生。对，永生你好。好，今天会让您永生难忘。哦。喂，好酷的感觉啊！噔噔噔，抓着你干喽！到底谁胜谁负呢？马上进棚。什么？什么？他投你？这一票好像也是
小钟哥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各位，小钟哥获得六票，婷婷三票，恭喜再度电视圈获胜！恭喜小钟哥！婷婷，怎么会这样？婷婷，婷婷，婷婷，来来来来来！来了，我要喝呛辣奶嘴，呛辣，我不要奶嘴。他最怕辣了，他最怕。差很多，宪哥。哎，你放错重点，我不要奶嘴。是奶嘴的问题啊，是辣面的汁，你不要吞进去，含着就好。这很像鼻涕。啊，含着不要咬哦。嗯，来，啊，含着含着含着不要咬。画面啊 ，OK。哦，要到下一关，下一关才能拿下来。在这边都闻到味道了。耶 ，OK， 恭喜小聪哥，还有厉害哦。来，下面一个要对决的哦，这一关难哦。你们总是两个人要出动啊。没错没错，看一下里面是两个嘛，来，请看，看一下对决的项目是。好，学生界的 Rocky。哎呦，学生啊，我这个有拼。对，这个有拼。你看，年轻人我以前的，但十五年里面啊，在校园演唱会里面2000场啊，两千啊，这个可能这一生里面都不会看到第二个人，因为我们自己一年办100多场嘛。对呀，对呀，有光阳机车啊，哦，全包了，有一些厂商啊，或干嘛那一些，然后各个学校，所以那个筚路蓝缕，一步一脚印，要累积哦，就是从这里。但是呢，现在校园里面跟以前又不一样了，以前没有网络啊。对，一定要人到啊！到了一次，他一辈子记得你。对，像网络一多，对不对？哇，他那个资讯爆炸，非常没有贞操观念的。对啊，见一个爱一个。今天说爱死你了，然后明天又有新鲜感，他新鲜感永远又顶替掉了。好，酷炫有把握吗？来，就你们了。有把握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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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双人没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那个口头禅是学生倒背如流，而且我们定期会推出新的口头禅。哦，对，他们很会带口头禅。对，你期待吗？哥，你的期待。你打到他了啦！他牙齿要掉了。哥，你的期待。所以老哎，等学生会有同感就对。对对对对。哦，啊这一边，这边你们两位都是电视圈的边缘人。边缘人。现在我们是学生界无中线，就是真的吗？学生真的，因为以前我们封神无双在红的时候。学生那个都在看，他有的从幼稚园现在看已经看到高中了，有那么久啊？都是我看你们的电视剧没有那么久大才对啊！哎，不过当年我在红的时候啊，走进去西门町，你有等一下你有红过吗？有吗？有，我有。你最红是搭着白白那一段，没有没有。白白，我闯，别叫白白，人家提来休假，我叫我闯，别叫白白。哎，我以前。去西门町哦，到走出来要2个小时。哎呦，都在路上吗？你为什么走那么慢？现在对不对？是迷路了，方向感很差。很多人找我签名，要签名，违规啊！而且我说实在的。3年前啊 ，Wacky Boy 什么东西啊，找我拍影片，真的，他们找我拍《火影忍者》啊，我那时候很红。结果呢，我不屑他们。哎呦，我说笑死了，找我拍要跟我拿钱。3年后，已非无下之阿蒙，你看《火影忍者》他也穿出来了。对呀，对对对，本人就是七龙珠，是七龙珠啦，差太多了啦，这个七龙珠啊，没有关系啦，你当一下《火影忍者》。雨鞋是为了要搭颜色啥？真的太贵了，所以就用雨鞋。有差不多的，了解。但是他们现在真的很厉害。说真的，那一天去我有吓到，他们人气真的蛮高的，完全不输我们。哎呦，对，所以有机会。你在闯，抢在前面。三出来。其实我在电视圈也很多年的，然后其实我还是多多少少有影响力，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算是爆红过嘛，所以其实到很多地方都多多少少会有人认出来。像我有一次在小琉球的时候，然后是一个热炒店，然后有 KTV 那种，就是我一到了现场，其实就有开始有些骚动，全部的人都在看我。骚动嘛？对对。然后后来他们在唱歌，就直接拿给我，因为他刚好在。哎哎哎！我是在骚动。丢了，我没有欠你。
就是伊啦。然后他就让都给我唱《情非得已》，我就唱唱唱，然后现场就欢声雷动。哦，这三猪哎，三猪。然后另外像是我在那个钓虾场，还有哦去了，然后钓都是一些，都是比较 local 一点，没有属于义演呐。没有去分级。然后像是到钓虾场也是我第一次去钓虾，然后我不太会钓，那个老板就会教我怎么钓，怎么看饵吃下去，然后怎么抓起来。然后那天我大概只钓了2个小时，大概只钓了3-4只。然后后来那个老板就拿了一大袋，大概5-6斤的给我烤，直接送下来吃。所以我算是也是蛮有影响力的，有优惠。这还好，我们超越你。哦，来哦来哦，吃东西，老板请你吃东西，我们直接老板娘帮我们吃。对，他直接帮我们吃，因为老板给太多。那老板有顺便吗？剩下的把它吃完，这样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甜菜味啊，红到这样，你看。哦，还好，还好。感动，什么逻辑？三讲四集讲七集，对不对？我们大的重点是要得到大家的认同哦。西门町人最多的地方，好不好？也是一个指标型的地方。我们到粉丝很多的地方去号召第一个，第二个喜欢谁的表演？我们询问这个。第三一个逗笑最多的路人，等有分3站哦。哦，3站2胜制，来，请看他们的比赛。来，谁才是学生界的 local king？你说这个网红是很红没错，但是走在路上真的有人认得出他们吗？你错了，我不是，小朋友都看我们，不止小朋友，连我都看你们。不要妄自菲薄，今天不能输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杀过的蛇比你吃过的蛋还多啊！你怎么跟我比嘛？对不对？我折过的吻比你还少。哎，没拍球呢。最快募集30位观众获胜。等一下，都不要走，都不要走，都不要走，在那边看很久了。對對對哦，累积，赶快，我们要集到30个，30个，靠近就走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是鸭头。Hello， 各位想被伟哥鸭头的，通通过来。这什么文化？对啊，什么？哎，不要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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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跑！好凄凉哦。我们走到哪人就站到。我感觉后置真的在上凄凉的音乐。哎，糟糕！你看他们那些。27、28、29、30，有了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，一箱三猪，你们输了，我们已经40个人了。来，你们募集到40啊！来，三猪大声讲一下我们这个，我们募集到20个人，好惨啊！这一关算你们获胜，哎呦，因为你们比较快。街头表演由现场观众投票。哎，欢迎音乐大师李宗盛。想说却还没说的，还很多，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。欢迎大魔术师哈，大卫祥伯飞。没有没有，好，我要带来一个很厉害的魔术，叫做心电感应。我先找一个女观众，好了，女观众有没有啊？这一个，来，出来。我呢会写一个数字，然后呢你猜我写的是哪一个数字？好，嘿。一哦，是不是一？掌声鼓励！哇哦！仔细看近距离的魔术，仔细看，数到3，我就把魔术变成故宫。压力好大，我只是一个游戏，干嘛这么认真？我们下一个志愿的同学，我们刚看到一个粉丝，请注意，你这边来，你也出力，这边。很厉害，我们待会要跟你互动啊，让大家看到伟哥的舌头到底有多灵活。来了来了，看好，我把他的舌头抓下来。还有掌握节奏，见好就收。好，赶快去投票啦！喜欢我们这一组的可以站到后面。你投票，站到他们那边。我准备让他们来组人好多。
但是我觉得我们后面应该也蛮多人，应该也是，因为我真的有感觉一股热气，感觉背后好多人在跟的感觉也是很。其实这一关如果真的输了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关。究竟哪队得票数较高呢？寻找知道身份的路人，并成功逗笑即可得分。知道我们两位是谁吗？孟宪跟伟哥。笑哈哈！哇，我是奇木马卡卡西，今天表演的是引分身之术，就是引分身之术。怎么样啊？分不清哪一个是真的我，哪一个是分身的吗？本尊分身，傻傻分不清楚。人人都给你太好了，大笨，女儿要把我头好笑哦。漂亮的店员美女，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哎，我看过，我不知道名字。看过不知道名字。好，那个，马来西亚的货币简称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马国币。哎呦，哎呀，笑了笑了笑，要扑哧一下。好，知不知道我们两个名字？来，酷炫，很帅的啦。不小心撞到泥鳅，然后泥鳅就很生气，就说：“哎，你是瞎子哦。”那螃蟹就说：“不是啊，我是螃蟹。”太阳住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住在哪里？住在太阳穴。好捧场哦！从小到大，我对我爸爸的记忆印象已经很模糊了，因为我爸爸长得很模糊。这个好笑。长得很模糊。哎，厉害喽！从我的腰间，哇哇，你看嘛，你想，哇，你阿娘，好，现在主人滑行街没抬转，你要转，好笑吧，好笑吧，好笑。谁是最厉害的人气王？红内见真章。对，敢不敢呐？计跳数之后，恭喜获胜的就是我们的 Wacky Boy。哦，来来来，要盖盖一张，讲的那么盖露色，露色要盖。不过还是要露色，露色。那个义翔跟三猪其实还是很厉害，因为现场表演的时候，义翔表演杀蛇非常多次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哦，你的意思说他只有那一招而已吗？就是很有才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拿到波霸行哎，来盖盖在脸上，别动。露色，硬底子的。哎，我看，哎，哇，他脸太小，太小，要不然面积太小，一边一半啊，一边一半啊，这边盖 sir， loser， 刚好，哎，刚不错，刚好 loser， 蛮适合，蛮好看的，来来，三猪就一面就可以，满版是不是？满版，对呀，哎，真的，哎，比较好盖，真的够大 ，loser， 不错不错，好了，谢谢梁主任嘛，谢谢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在这个网络的世界啊，跟我们现在等于是2-2嘛？对，平手，平手就平手。我在想婷婷的奶嘴可不可以拿下，她看起来很痛苦。啊，你还没拿下来啊？敬业，太敬业了，你早就可以拿下来。对啊，哦，今天这个不管输还是赢，对不对？大家在各自的领域啊，现在可以怎么样？你知道？Crossover， 合作，合作 ，feature 加一大于二 ，Wacky Boy， 我就邀请他们拍的儿子的拍 MV 啊，你有听过他的音乐很屌，很屌啊，对啊，怎么那么好？来自未来的音乐，一定要的，我们就要这种来自未来的人，好吧？再次欢迎你们，也谢谢你们，好吧？厉害了，明天同学继续回到了，胜利大热门。